这一次在北京的灯会呢，调集了我们最优秀的设计创意师来进行策划创意，目的呢就是把北京的文化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我们的非遗文化结合在一块儿。另外呢，我们调集了非常优秀和这个技术高超的800名彩灯工匠，进入到这个彩灯原模园进行施工和安装。因此，打造的彩灯呢，能够代表我们自动彩灯的这个艺术的水平，能够大家体验这个带来这种视觉上的一个体验。年轻人的审美情绪，以及我们这个当代的一些消费理念，包括我们的这个赛博北京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时尚、非常可爱、非常有赛博风的这样一个造型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把这次灯会呢，不仅办成一场，一场欢乐的灯会，一个节庆灯会，我们更想打造一个就是用这个消费的一个新的场景和业态，也跟北京的市民提供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享受。这个中轴线呢，我们是抬高到了15米高，然后下面是可以过人，因为这是个通道嘛。从，就是它是一个叠加的一个就是中轴线的一个建筑，为了能够把所有中轴线的建筑可以看完，我们就一层一层比一层高，就是步步高升的这个一个创意嘛。就是辣椒来做这个特殊材料的这个灯组，主要是突出它的我们原汁原味的。京味特色，也是想把我们生活当中吧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这种材料，把它做成一种艺术品，展现跟观众，就是体现我们就是彩灯工匠的这种创作的一种精神和一种文化。北京近几年来规模最大的那个灯会嘛，然后我们就特别期待就过来看了那个大熊猫的，然后还有一个戏剧的那个脸谱的那个，这个都比较期待。这几个小狮子挺好看的，乔内克学过，学过那音乐课，学过鲁布乔内克。那个应该是嫦娥奔月，然后呢中秋有的时候也会赏月，所以我猜那边那个嫦娥差不多就是跟中秋比较有关系的。然后呢那边还有几个月饼状的，然后呢还有一些花在开，然后呢一开一合一开一合。这边还有这个兔子，它的耳朵也在动，这挺壮观的，平时遇到一些比较好看的都会拍下来。